看过电影吗？这个时候喜欢吃石头，这个时候的时候，帽子就有没有帽子了？这样，他要这样子走，对不对？然后比赛之前要这样，走开。这个时候，输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把手搬过来，这是什么？然后这样就输了，把手搬过来，别叫，来来来，弄不垮就扯。